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地平线：期待黎明》。来啊！好不！你别搅局，小智的。天哪！快速念三遍：一堆巨机械巨机在寄居械巨机的寄居械上，不要什么东西呀、啊！我小时候常常跟着唱的歌被千鸟念的那么没有感情，因为我不知道那首歌啊，这不能怪我。兔子，兔子，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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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兔子跑比较快，不好抓。我觉得离我的部落越远的时候，那个锯齿兽出现的状况越来越多。那请熊念三遍。哎、欸，我刚刚炼化区没有清到，好吧，算了，没关系，下次再清。没关系，还要回头。你要听不到，用千鸟的麦念。好啊，熊同意的话就来。还有800，好远啊！哎、欸，这边好漂亮哦！这美丽的湖景，还有柳树。看来是一个很适合照相当封面的地方。useful， 你看下次我直播打给我，哈哈。那你要直播啊，熊。他已经在吃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中有高等智慧的熊族，在人类社会生活之后，也学会了人类推诿、逃避困难的行为。
哇哇哇！我只是想要偷偷靠近刺杀你而已，就被发现了。啊，没关系，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不一定要打。新烈化区。哦，这个直接会经过，要开战喽。Just stay out of their way for now. 扫描看看有多少。我觉得那个草丛应该可以用来暗杀。I'll shake it out later.等他们过来吧，漫长的等待。裂化的时候，连房子上面都会有那个红色的纹路。哎，那边好像。那边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新的机器啊 ？Here they come, corrupted watchers. 三只一起哦。哇，这次失手有点大，靠太多血了。想说暗杀，没想到他们三个是一起走的。线圈好像又满了，我再增加它的伤害好了。等一下，如果看到伤人的话，就是哎，还没结束，还没结束，我以为打完了，还没结束。太大意了，在等他。这个地点超好，专门埋伏他们。哎，他们有照着路线走哎。Be fascinating if they weren't looking for me.前面那个明明就是锯齿，看久了就有一种好像很好摸的感觉。哎呦哎呦哎呦！他走过的地方还会裂化我，好痛好痛！讨厌，裂化怪真难打。
萤火。来看看那个新的机器。广头兽。弱点也是火焰燃料管。哇，那爆炸威力没有像那个那么大，而且还炸不死他们自己耶。好时机那么好猎，好吧，算了，不猎了。就像看到很高的地方往下看，就会有想要跳下去的感觉一样。我看完了。这怎么可以这样说千条？我觉得千条打得很顺啊。诶，我更丢了什么？我也觉得我打得很顺，顺到都不知道，这明明就是超难啊！出乎意料之外。把我的血水都，我的果树都被我耗光了，倒是真的。I'll tuck that away. 快到了，快到了！熊熊是说看完影片，我看是千鸟完了。没有没有，我还没有死。我，而且现在果树又收集上来了。难吃的梅果。The Karja Fort. Looks solid. A little too solid to talk my way past. Stocking up?我应该开打吗？No passage west and no exceptions, so long as corrupted machines prowl the valley. Then why don't you do something about the infestation? We have. We sealed the border. Fine. I'll come back once I've destroyed all the corrupted.帮忙按个喜欢，分享出去，订阅千鸟熊频道，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